欢迎大家今日一齐嚟研究都市嘅怪现象，千祈咪眨眼啊！你通常点拣基金嘅咧？咁梗系兴乜嘢买乜嘢噶啦。买保险嚟讲，你会点拣啊？身边有朋友做保险，佢叫我买就买噶啦。拣理财产品嘅时候，大家一定要客观比较、理智分析，由自己嘅需要出发。理财真选择，Convoy一站式金融服务平台。